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泰勒展开式。泰勒展开式的意思是说这样子的，任何的一个函数我们可以把它展开来，使用什么方法展开呢？这是多项，是说它可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来，我写出来 F 它的话呢是可微分，是怎么样的可微分呢？它可以连续的微分 N 加一次，在都是 N 次以上的可以连续可微分的情况之下，哦，这个是可微分，在哪里呢？在 A 的部分，在一个点 A 的这个 A 的坐标啊的 open set 这个地方，就是 A 的附近的近旁一个 open set， 我们可以把它将它用一个函数，这是 y 等于 f of x， 在 A 的这一点可以使用的是 polynomial 来逼近。那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，那它的规则很漂亮，它在这个地方展开，第一次微分 x 减 a。那各位同学要知道的是，第一项，这就是我们以前介绍的微分公式，所谓的切线用割线来逼近的。那这个地方是二阶的这部分，这边一直到 n 阶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很重要的这一部分，这叫做余事项。这个余事的话呢，可以把它写成什么？这个 Rn 的话呢 ，x， 把它写成的话呢是，这边是 n 加一，就是连续微分 n 加一次，这边存在的一个 c， 这边 c 的话呢是介于 a 到 x 之间，这边是 n 加一阶乘 x 减 a 的n 加一次方，这个是我们所谓的余事。原则上来说啊，一般来说，当 n 很大的时候，各位同学看到这个是什么呢？这边是阶乘，这边的阶乘多半来说它都会趋近于零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用一个一般的函数啊，用多项式来逼近的话呢，它会逼近的非常的漂亮。而且的话呢，就直接就把它写成，甚至很多的话都把它写成无穷的级数，就直接把它写成 power series 的方式来写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就暂时说到这边，等一下我就开始来证明它的内容。我们现在来证明泰勒展开式的这个内容。我们要证明泰勒展开式，其实基本上有两种方法。一种方法的话呢，是用微积分基本定理的方式，用积分的方法展开；另外一个的话呢，是用均值定理的技巧啊，洛尔定理的技巧来证明。那我们在这里采用的是微分的技巧来做好了。我们现在来证明的是说，现在我把内容再叙述一下：一个函数利用一个 polynomial 的展开，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余事项。这个余事项就是刚才我们所列出来的这个 Rn 啊，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先列给各位同学啊 ，Rnx 是等于这边是 f 连续微分 n 次，这边是一个 c， 这边是 n 加一的阶乘，这边是 x 减掉 a 的 n 加一次方。我们只要证明这个 Rn 是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怎么做呢？现在我来做一个很技巧的方式 ，proof。现在我们要先另一个 g 的函数，假设它是一个 t 的函数，它是 f of x 减掉 f t， 再减掉 f prime t 乘上 x 减 t， 再减掉。各位同学可以参照上面，这是两次微分 t， 这边是二阶乘 x 减 t 的二次方，一直减减减，减到什么时候呢？减到这个地方
n 这边是 t， 这边是 n 阶乘 x 减 t 的 n 次方，再减掉 r n x。这边的技巧在这里，最后一个的话呢的假设技巧是，这个地方是 x 减 t 的 n 加一，这是 x 减 a 的 n 加一。好，我们这样的来假设之后，这个 GT 写了这么长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首先，我要跟各位同学说，这边的话呢 ，GX， 我们把 X 当作是现在是当作是数字来看了，现在 T 是变数 ，GX 如果说把 T 代成 X， 各位同学看，是不是非常明显的，它是零。没有问题啊，再看一下，如果把 G 带 A 进去呢 ？GA 带下去，如果带 A， 各位同学发现这就是原来的泰勒的啊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展开，这个前面的话呢，我们只要证明 Rn 的话呢是这个就可以了，所以我们假设是前面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？这边的话呢就是 Rn。减掉这边的话呢带 A 进去，这边就变成后最后一项变成了一，所以是 Rn 减 Rn 等于零。我们发现了什么呢？如果说的话呢 X 跟 A 之间，它这个地方这是一个 GX 的啊 GT 的函数，这边是 A， 这边是 X， 我们势必会存在一个 C， 根据洛尔定理所说的能够使得什么呢 ？G prime C 会等于零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得到怎样的结果呢？我们可以得到的是，我们对这个来微分 ，G 来微分会变成零。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对它的微分。我们现在来执行对 G 的啊微分。来 ，G prime T 是什么？这个地方它不是 t 的函数，所以我们微分就不见了，这边就直接变成负的 f prime t。 来，我们看看这每一个式子这样子来算会比较清楚，这是相乘的，所以我们要执行的是乘法的微分。我们这边的话呢，每一次在证明的时候这个都是一个框框，这个地方这边不为，如果是前面不为的话呢，后面就要为分了，这边是变成了多一个负一，再加上这个前面为分了，后面就照抄。好，我们再做一个式子，前面如果说不为，后面就要为分，后面微分的话呢就是 x 减 t， 然后还要再乘上一个负一，这是连锁律，再加上前面微分，后面就不要微，这是第二个式子。现在我要做的是最后的两式，现在继续做下去，这个地方是减掉点点点点点点点啊，中间的话我就不要再做了，再减掉最后一个式子啊，倒数第二式，这边是前面的话呢不要为，后面就要为 n 丢下来，这边就变成了 nn 消掉，这边是 n 减一的阶乘，这边的话呢是 x 减 t 的 n 减一，这边别忘了还有一个负一，再加上这边的话呢微分，前面微分了，后面就不要为。
好，现在最后一项，最后一项是 Rn x， 现在要注意的是对 t 来微分啊，所以的话这边是底下是直接照抄，上面就是 n 加一，还是保留着，上面是 n 加一丢下来，乘上 x 减 t 的 n 次方，再乘上负一，负一这边就用加的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发现了什么？我们可以发现说，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是会做了一个抵消的，这边负的，这边是正的。再看后面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是不是抵消？我们发现全部都抵消了，一直抵消到这个地方来。所以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如果我把 G prime C 带进去，是不是这个算式就会变零呢？于是我们就这么说了，我们把 C 带进去，这个算式会变零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把 C 带进去，啊，这边把 C 带进去，这是会是变成零。再加上这个把 C 带进去 ,RNX, 把 C 带进去，这个地方是 N 加一 ,X 减 C 的 N 次方，这是 X 减 A 的 N 加一次方，这会等于零。算到这边，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地方的话呢可以抵消掉。我发现这个算式跟这个算式是一样的，于是我们可以得到，我们这边再看到这边来 ，Rn 的话呢，一项过去再除过来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？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注意的是这里前面的话呢有一个负号了啊，所以的话呢 ，Rnx 就会等于。这边是 f n 加一的 c， 这边的话呢 n 加一乘过去 n 阶乘乘上 n 加一，这边就是 n 加一的阶乘，上面这乘过来，这边是 x 减 a 的 n 加一次方，所以我们证明了这个余事项是这样子，也间接的证明了这个泰勒展开式的模式了。